除了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主动鲜活的角色外，他则以《陈情令》《庆余年》《诛仙一》让观众为之喜爱，持续整年超高关注度。2019今日头条年度最受关注明星迪丽热巴肖战，恭喜有请迪丽热巴，有请肖战上台接受荣誉。 请肖导演每一步到舞台前方，为两位荣誉获得者颁发荣誉奖杯。有请肖导演。祝贺二位，我们请三位一起合影留念。 谢谢，再次谢谢肖导演，欢迎请入座，继续观礼。好的，同时我们也要请迪丽热巴和肖战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感言。肖哥，肖哥，肖战，然后非常感谢头条可以给我这个荣誉，然后今天也是希望在2020年。 和以后更长的道路，可以像在座的每一位前辈学习，然后可以脚踏实地走得稳，走得长久，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更优秀的作品。谢谢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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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尚明星，我们有请时尚 Cosmo 出版人兼总经理李小军。